周兴哲十一号首度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情歌王子变身唱跳歌手，至于跳得怎么样，就交给各位小星星们评断啦。大家觉得刚刚那个舞跳怎么样？你们这样笑是好的吧？好好好，怎么会不好？今天周兴哲可是帅到还有个小粉丝行迹送医。因为你今天真的太帅了，还有粉丝因此就是送去医院。心跳没有啦，你不要真的真的真的 ，What？ 真的，好像看到你心跳太快了，心跳160，然后就送到医院。我希望他 OK 啊 ，OK 呀。真的情有可原，不过周兴哲除了帅度升级，幽默感也是直线上升。被问到是不是忘了感谢谁，这个回答真的是让人笑歪腰。感谢忘记一个人，就平常一直陪伴在你。小哦，小邦啊，对，我忘了。谢谢你一直陪伴我写歌，谢谢你一直在身边 ，Love you， 小邦。你都没有想要谢谢女朋友吗？谢谢女朋友吗？嗯，对啊，也谢谢她。给我很多陪伴，然后今天他有来看，对。而女友除了来看演唱会，还跟着一起大合唱，实在是太感动啦！不过粉丝们也别太心碎，舞台上的 Eric 依然还是各位小星星的，看看他都被你们的大合唱搞到哭哭啦。